恭喜你，终于成为了一名成为的真正的漫画家了。不过呢，我有一个问题要问你，你要如实回答哦。嗯，网络上呢有好多好多网友问你，为什么你的漫画那么甜啊？是不是在生活中有一些甜甜的恋爱经历呢？哎呀，这个问题呢，怎么回答呢？身为作者的我，那天晚上被张老师强吻了之后，我突然一下就灵感爆发，然后我就都画出来了。一会儿张老师回来，你打算怎么跟他庆祝啊？我是好好考虑一下这个问题。准备了，三，我今天要主动出击，我要扑倒他。说到做到哦。是啊，人做不到。小狗，好啊，说到做到啊。张老师，你想怎么扑我？我左边，这是扑右边。我要是。